哟呵，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 Yaki Des。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 FGO Fate Grand Order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已经62等了，然后 AP 是87。对，对，我已经玩了一阵子了。可是我的一阵子是好久以前的一阵子。那个我开始玩的时候是，等一下哦，是那个。他一开始有推出这个活动的时候，两仪式的活动的时候玩的，然后我一路破完了。对，我没有到完整的破完，就是在好像我那时候我印象没错的话，我好像破到了90几，97左右。对，后面就真的太难了，我就打不过去了。而且那时候刚好是要考试吧，对，所以对，好像考期中考，好像考期末考还是什么的。总之，那种时候玩这个玩得特别来劲儿 我现在有4只4星的，是一开分别是一开始抽到的，对，然后把它已经升华到川女仆了。然后我很喜欢巴萨卡这个职位，因为不管对哪一个职位都有用，都有效，攻击都有效，但同时也是大家对他的攻击也是有效。然后这是两仪式，我刚刚讲的活动里面抽到，活动里面送的，对，然后对，然后是这个马尔大，他是莱达，然后这个我还没有神谕，还没到，这是比较后面抽到的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骑士德翁 C 吧，我后来想一想，为什么我对任天堂的那个 Fire Emblem Heroes，也就是圣火降魔录这一款手机游戏没有那么有兴趣？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我根本没有玩过他任何的系列作，所以我对里面的角色没有共鸣，没有任何的认识，所以当然的也就因为不了解，所以就没有兴趣。对，所以我们还是乖乖的回来玩 FGO 吧，至少我有看过 Fate Day Night 跟 Fate Zero。然后我们来抽一下，在我不在的时候，他好像有什么停机维修啊，补偿一大堆。等一下，一大堆的东西。对，你看，停机送了一大堆，你看光这就送了18个。总之，我们就全部拿去。我们现在就有几颗宝石啊？我那时候算好像有好几颗。总之，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是抽这个库芙琳的 Alter。五星的耶！我到现在还没有五星的，我现在有几颗？有70颗，我们可以抽20次。可是因为我没有打，一样是没有打算要氪金的，所以我们就抽10次就好，之后的留着 看有没有其他活动的，不然又很难收集到这些圣晶石。总之，我们来抽这个，合众唯一 pick up 召唤三期间限定的，而且它快过期了，明天就过期了。好，召唤10次，确定。拜托，让我抽到要测的4星5星的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拜托！我现在才注意到，原来下面这个是那个学妹的盾呢。第一张是哦。宇宙灵镜好漂亮哦，虽然是五星的，真的假的啊？五星，我想要银铃，拜托给我银铃。三星的符文石，下一个，再来，拜托四星五星，拜托拜托，哦，好漂亮哦，好漂亮哦，拜托拜托四星五星。拜托，给我4星或5星的英灵！这什么？3星的魔力剂！拜托，4星、5星的英灵，4星、5星的英灵，哪一个职位都可以，拜托了！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这个是三星的 C 吧？克
佛什么、啊、没看清楚，是心火心动，是心火心动，引领拜托了，拜托拜托哦，觉醒的意志，我想要英灵，拜托四星，四星以上的英灵就好，四星以上的英灵就好，拜托。哦 ，Casta， 哦，爱迪生哎，汤马斯爱迪生 ，Casta， 我好像还没有，我好像还没有四星的 Casta 呢。这是什么？宝石魔术对应哦。是英灵，四星五星的英灵，拜托拜托拜托！我现在已经抽几抽了，我已经完全忘记了，是谁呢？金色的，变金色，变金色，没有。还有四星五星的英灵，拜托了。哦，波涛之兽，好帅哦，好帅的卡片哦。没了，不过有爱迪生，其实有五星的这个卡片看起来还蛮不错的。这一个是宇宙灵镜，我们看一下详细状况，赋予自身每回合 MP 增加 8% 的状态，哎，好厉害哦！我们看一下爱迪生，哦，爱迪生是狮子哎。变化自身防御力提升三回合哦，这是他的，我想要看他的大招。爱迪生的代表动物是狮子，我对他的印象只有灯泡，不好意思。这里 Road Faith Domination， 对敌方全体发动强大的攻击 Level 1 and 赋予宝具封印状态一回合 and赋予技能封印状态一回合，嗯，暴击率下降三回合，哇、哦，感觉好厉害哦，狮子哎，而且胸口的这个星星，我的最爱。哦，现在就要换了，好，换成狮子，欸、好可爱哦，狮子哎，我们看到这张，这张我也蛮有兴趣的，宝石魔术对影，宝石魔术对影自身暴击。威力提升 25%， 好，这个是觉醒的意志，赋予自身每回合一定几率 MP 获得 12% 的状态哦、oh, and 每回合 HP 减少500的状态，哦、oh.おお。このことは気にするな。これはアメリカの象徴である。おお。好啦，那么以上就是这次十连抽的召唤结果。如果有任何的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。我是天使幽灵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